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乔瑟夫 Joseph， 欢迎回到 Choga 教室 ，Body Spirit Joseph， 好久不见，那为什么这么久没有 Choga 教室呢？因为我正在被隔离，被经费隔离，所以今天就来教大家，在隔离期间待在家要做些什么来培养身心灵呢？音乐永远是最好的选择。阅读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。焦糖色素使用色素5号调味剂。书，这是装饰品而已。你不会去读装饰品吧？你不会去读你旅游买回来的纪念品啊？好，那我们来运动吧。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网络上现在流行的居家运动，譬如说负重，简单的负重运动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会用一些紫花粉。那我们可以先从50公斤开始来挑战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这个运动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而且材料取得也非常的方便嘛。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80公斤的重量好不好 ？Let's go。耶稣蜥蜴跑法。所以说网络上的东西呢，大家真的要斟酌参考。那今天就分享给大家一个秋瑟老师在家的居家运动，有机 Purple 吗 Choga。 好的，那在做有机 Purple 吗 Choga 之前呢，可以搭配一杯有机蒸馏饮，就是苍老冰茶。好的，那我们需要有机伏特加、非机改清酒、产地直送的龙舌兰，还有公平交易的朗姆酒，跟这个无添加色素的橙酒。那怎么调呢？非常简单，全部喝下去，然后在肚子里面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。